段是我们上鸟嘴山的赠送品，好走又美。舒服了，好，继续向有阳光的地方直行。轮我了 ，Go。刚刚从这边上来的，这边有条棱线，还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要从左边这边继续走 ，Go。这里上来，左边三叉峰，我们现在要往这里走。哇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哇，天气真好，天气真好。水云三星之三，鸟嘴山。肉爷，我们前一阵子就是开车开那边走，腾龙北山。腾龙吗？哎，腾龙，腾龙前面，那边是腾龙，然后走到腾龙。这边那是虎山。那是虎山，对，啊腾龙。我这里的眼睛。太
车子就开上去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来，我来拍一张。哦，那你就睡了。好的。现在看到的是恒隆北山，还有恒隆山、腾隆山，是三等三角点哦。对，一定要来哦。看到镜头的我们，不要羡慕，自己来体验。耶，拜拜，拜拜。倒木，倒木，倒木。